你要求，非常荣幸接下来这一节与我来为您主持，您注您，好运。现在我们拍的是三二二一号拍屏，是谢善宝的爱之岛，起拍价是2万元，2万元哪位考虑？2万，2万哪位响应？有应价2万的吗？2万，最后一次。三二二号，同样是谢善宝的900克花的静物，起拍价是5000，5000哪位应价5000？哪位考虑5000？5000有响应吗？最后一次5000。 三二二四号，曾露平的小男孩起拍价是15万，15万，哪位藏家属于15万？15万，感谢什么？15万，15万在前排，还有加价15万，什么？15万，18万，18万，继续跟进18万吗？这位小姐出价18万是18万，20万是您的，20万，还继续加一点吗？20万，20万，在中区20万，20万，还有加吗？最后一次20万。 四九七号，三二二五号是曾露平的小女孩，起拍价是5万，5万有响应吗？5万，哪位应价5万？5万，5万还有加价吗？5万，5万，5万2000，5万2000，5万5000，5万5000，还在跟吗？5万8000。 6万是您的，6万，还有继续加价6万的吗？6万，在签单我等您6万，6万是左边出价6万，还在继续跟价吗？6万，6万，最后一次，三四五号，在我落锤之后，希望各位藏家配合一下，再出示一下您的号牌。我知道您的号，但是方便我们的签单员会计的为您服务，谢谢。 小苏曼画像，小苏曼的肖像，起拍价是7万，7万哪位应价7万？哪位考虑7万？7万，7万，有加价7万的吗？7万，左边出价7万，7万，还有加吗？7万，7万2000，7万2000是现在场上7万2000，7万2000，最后一次，49七号。 三二二七号，起拍价是15万，这是全正灿的学习。